这边有个截图了哈，这个方法一是透过一个问号传递两个引数，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哦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啊，反正你后面多传几个没关系。这边一定要一个问号开，所以有些同学忘了打问号，可以执行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问号有点像是把这个问号有点像是把后面的东西丢给那个 name， 所以我们不是有个 name 的参数有没有啊？其实 name。指的就是这个问号后面带的东西哈、哦。那另外有个方法就是方法二，这个方法二比较特殊它跟那个其他以前我习惯的方法不太一样，它是斜线再一个，斜线再一个，再一个。OK， 啊这种写法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，如果跟刚刚那个比起来的话，啊至于哪一种比较简单呢、啊？反正你个这个它没有标准答案呐、啊，我觉得写成就这样了、啊。自己觉得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好方法啦。啊，你也不要像有些书列了一大堆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那最后搞不清楚最后哪一个，反正你至少要会一种就好了啦，你就选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，其他暂时忘记没关系，需要就来查就好了。这些方法其实真的不是要叫你背起来啊，像我的习惯是，反正我做出来，以后我忘记没关系，我回去再查我以前写过的东西就好了。哦，我干嘛把它背起来？背在脑袋里面那么多东西，我哪记得起来那么多？但是记得就是你一定要把你做过的东西要列清楚。像这些东西，我自己看我都觉得，真的是很棒哈、哦，因为我只要回头看一下就好了。但你们也要至少你要做一个你自己习惯的东西啦。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给你自己看，我自己看习惯，不见得你自己看习惯啦，因为我都写得很简略啦，因为有些东西。也许方法二后面应该要写些什么东西啦，只是我很懒。那、啊、之前有同学是很认真，有些女同学哇写好多、哦，我都很希望她能不能，很想要把她要过来。但是我会觉得说写那么多好像我自己反而看不懂了，我不喜欢看太多字嘛，每个人应该不喜欢。所以你要找一个方法是你适合的方法，然后尽量就是你做过一遍哦，那一遍是最重要的，你就一定要把它记下来。你不要下一次又再踹一遍啊！以前这样做一次那最很重要，你不要再浪费第二次哦。很多人做第一次做得出来，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叫你再做一次，你做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没有记得那些应该要记的东西。但是我如果隔一段时间我再做，我还是很快可以做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有把那些步骤都把它记录下来了。啊、如果实在是不行，没关系，把影片调出来看一下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呢，要用方法啦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年代这么多资讯你怎么可能可以驾驭得很好？这年代就是说，你比别人更会驾驭资讯你基本上你会比别人更有机会不是说每天，不然的话，像我教这么多课程，我早就全脑袋里面已经满了啦，满出来了而且可能。会没有力气了，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方法二。那方法二的重点呢，就是长这样。那所以呢，一样嘛，我们如果要做第二个，那一样是先从 view 开始。所以专案做好之后，反正一定再来 view。view 里面的话做什么呢？请你写第二个那个什么呢？那个 define 哈，一个 add 二好了。那我就拿这个来参考。其实只要改哪个地方，把它改个名称好了 ，ADD2 好了哈。那 request 指的是第一个我们 ADD2 的那个斜线。那斜线后面的话，如果两个参数，你就逗点 A， 逗点 B。OK， 那我后面又多两个了 ，Enter 一下。那我可以从这边传哦，我就不用再去用问号，什么 A 等于多少 ，B 等于多少，这个两个就不用了。所以我只要把下面这两行怎么样？搬到这底下就可以了，复制一下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是，我不需要再用这两行，然后过来的东西 A 转成 integer，B 转成 integer， 再把它相加 respond 出来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跟那个方法一最大的不一样是，我的引数是从这边过来，它的引数是从这边过来。OK， 两个不一样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把它 save。好，我的 view 做完了。我的 UIL 也是最大的不一样。UIL 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拿这个来改好了。一，请你把它 ADD 改 ADD2 啦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D
第二个的话呢，后面这一串哦 ，nan 这个不用哦，因为我不用什么问号，然后 a 等于多少 ，and b 等于多少哈、哦。那我这个地方呢，必须要先让我传一个什么？传一个引数，就丢一个刮胡。再传第二个引数的话呢，记得哦，再一个斜线，再丢第二个刮胡。OK， 这样的话呢，意思是说我后面哦，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B。OK， 好、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应该就大功告成了。哦，看一下，应该确认一下。啊，最后如果说你要结束符号，其实这个结束符号加不加，好像我试过好像不影响，不过加还是比较保险。我们是斜线，然后结束一下哦，一个钱，好，停在这里。好 ，OK， 所以。不过这个东西不加，你们要试一下，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影响，把它 save 一下。好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再把 add2 引进来，所以打 add2， 它一样会有个清单帮我引进来，所以这边点两下，你会发现点两下之后，它帮你做了一些事情，一、二有没有 import 它、啊？当然你要自己打在这边也可以啦，反正方法哪个方法快，哪个方法你习惯就。啊、最重要是一定要加啦，不加不行、哦、OK， 好，那、啊、把它怎么样 ？Save 一下，大功告成了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哦。这边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哦，哎，希望ADD 2然后 A， 所以 A 的话是5 b 是6好，假设啦哈、哦，但你可以用其他数字都没关系。Enter 一下，看结果 O 不 OK？ 如果 Enter 出来是11那恭喜你。哎，有，这边有11了，啊，那你可以试一下，这会不会是假的？你可以试一下，打个10好了 ，Enter 16，没错哈、哦，所以 A 加 B 的结果就丢到这边来了，好、哦、，OK， 那其他的话呢，我想你也可以再改一下啦，但不一定是 A 加 B 啦，你 A 乘 B，A 除 B， 或者是什么公式代一代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主要是学会两种哈、哦、参数的传递，就是。你如果两个以上的话都可以，甚至你 A B C D E 可不可以？你再试试看啊！我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我们同学，好像之前有同学问说，老师我传了十个参数不行哎。好、哦、，OK，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啊，是不是只能传十个？好 ，OK， 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工作里面一定会有类似的情况、啊。不过你如果参数太多，有时候哈、哦，建议可能还要改用别的方法了。你不要硬是。传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只会一招而已啦。如果多的话，你可能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哈、哦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。那、啊、另外还有就是说哈、哦，传递引数啊、哦，这个可能就是，当然你的密码、账号密码也不能从这边传哦。所以哈、哦，这边 URL 这种参数传递是基本上是没有加密，就是没有隐私的问题可以从这边传啊。但如果隐私的话，你就不能这样传哦。如果这个可能要用其他方法。所以试试看哦，哎，刚刚提到的这个，我有把最后画面放这里哈、哦，啊，试一下。另外，待会我们来看 BMI， 哎，如果我要再增加一个 BMI 进来的话，好、哦、，OK， 那比如说两个引数哦，哎，怎么样再加一个 BMI， 然后两个，看你用方法一方法都可以啦。先传体重，再传身高，告诉我的结果，我希望看到的是。当然这个是上学期的，在底下显示。如果这学期我希望看到是 BMI 冒号多少，评语多少，哦，哎，也许这个方法一，那方法二，哎，可以传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。好、哦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、哦。